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意法半导体电源与能源技术创新中心的应用工程师 Vincent 龚，中文名叫龚寻。下面我将为大家介绍 ST 在 K Cordless Kitchen 无绳厨房领域的应用。基于 K 标准的感应炉灶解决方案，本例中的应用是基于 K 的无绳感应空气炸锅。下面这个台面是无绳厨房的发射端，由它来发射功率。放置在台面上的空气炸锅是无绳厨房的终端，将终端直接放置在台面上，即可以实现无绳的功率传输。当然，除了空气炸锅，接收端也可以匹配兼容 K 标准的热水器、电饭煲等各类厨用电器。我们会在后续提供更多类型的应用展示。该无绳厨房的发射端输入为230伏50赫兹，系统的额定功率根据发射和接收线圈的大小有所不同。发射端由半桥功率变换器和控制器组成。本应用使用了 ST 的 STGWA50IH65DF IGBT 作为主功率器件，STM32 及474RE 作为主控制器，L6491 作为驱动。使用了 STR5R3916 和 STR5R3916B 实现发射端和接收端的 NFC 通信。无绳厨房的发射端可以集成到任何非金属桌面或工作台面材料中。无绳厨房的发射端台面可以允许在不同的区域使用不同的设备。基于系统的电气安全和防护设计，发射端台面依然可以用作吃饭或其他用途。设备间使用 NFC 通信可以提供丰富的信息交互，使能用户更多的烹饪需求。以上就是对无绳厨房领域解决方案的介绍，谢谢大家。